这三界之劫啊，并不可怕，这关键呢，这应劫之人该如何面对？应劫之人，与其关心天下之劫呢，我觉得呀，你不如关心关心自己的命中之劫。季少侠，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。我看你命格已变，大限将至，恐命不久矣啊。 季先生，你说的可是凶星入命？我知道先生寿书是一件好事，我也知道使用通天禁术，有得必有失。我已经不在乎了，就听天由命吧。但是季先生又何必在意这件事情呢？你说说，我说的是比凶星入命更大的劫数，是自你降生之日起就已经写在你命格之中的劫数。 季先生，那依你之见，我该如何应对这劫难呢？天道循环，并非一成不变。随心而为，方为破解之法。<笑>